好香啊！有人要烤蛋糕吗？为什么要烤蛋糕呢？小伊森，是你的生日蛋糕吗？哇，太棒了！我们来看看桌上都有什么工具吧。有一个圆碗，一个圆形蛋糕模具，一个杯子和一个木勺子。要不要准备一些材料呢？啊哈！我们需要面粉和糖。还要从冰箱里拿一些材料。黄油和鸡蛋。现在在圆碗里把材料混合起来吧。首先放一块黄油到圆碗里面。现在加两勺糖进去。一、二，下一步加两个鸡蛋。一、二。在加面粉前需要先搅拌一下吗？很好，现在加入最后一种材料，四勺面粉。一、二、三。现在来搅拌吧。准备好把面浆放进烤箱了吗？伊森，怎么了？没错，我们要先把面浆倒进圆形的模具里。现在可以放进烤箱了。烤蛋糕的时候，你们准备做什么呢？小伊森好像有个想法。你们想去摘些樱桃来装饰蛋糕吗？啊，真是个好主意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蛋糕应该已经烤好了，我们去把它从烤箱里拿出来吧。妈妈，你说的很对，模具很烫，需要戴隔热手套。伊森来做吧，这项工作不适合小卡车来做。把蛋糕从模具里取出来，看看是什么样子的。完美极了，还要加点什么呢？没错，要加上樱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小伊森，好好享受你的生日蛋糕吧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